好，我是小熊嘟啦，十万个为什么开始啦。今天你吃鱼了吗？为什么小鱼阿姨要问这么一个问题呢？因为呀，我在杂志上看到，多吃鱼呢，对身体特别的有好处。鱼肉的水分含量高，脂肪含量少，肉质鲜嫩，所以呀，容易被身体吸收。而且啊，人们吃鱼之后可以从鱼肉中获得一种重要的物质 DHA， 对于我们的大脑发育是很有好处的。所以小朋友们平时呢，一定要多吃鱼。